打在门柱上弹过来，再传门前，还在禁区里面，背身挑球过人，漂亮！好，点球自己来处罚。结果被守门员扑出来，但是紧接着还有机会，第二球补射球进。徐鑫，漂亮！韦世豪，阿布杜布艾利斜传，多拉多横敲，好的，球不错，漂亮！结果卡兰加在禁区中央进。伊迪申瓦的定位球，彭新立左脚传起来，在后点抢点，冯潇霆在门前，莫雷诺将球打进了。传球还得加把力量啊！好，金廷道面对姜志鹏，这是个难缠的对手。想吊射，对，球进，25分钟。打啊！张远啊！这是最后一个后卫，这是要给你大比拼速度，百米，大比拼，大比拼，大比拼，打门有打，89。奥尼应该是很确认自己的这次判罚了，看看扎哈维的点球角度非常刁钻，那个熟悉的。好的，现在再往前给，直接打侯永永，快乐吗？这次不快乐了，进球了，拉坎布。除了人数多以外，清晰有层次，漂亮啊！阿兰打了2-0，21分钟。张稀哲，好球啊！哇，充满想象力的传球啊，给过来，头球，再扑，3-0，30分钟，刚刚末段啊。对于青岛队来讲，这个球非常关键，骗过了门将，比分来，护腿往上一拉，拖起来到远端头球点一下，我科维奇2-3，2-3，高翔可以给亚历山大里尼的，给过来了，自己拉，0-3落后，连扳3，后脚跟一磕，跟进到禁区内，球到门前，乱了，还有，哎呀没有，转身的打门，这是一个什么球啊？球速推得快一些，看看中路的这样一个包抄情况。看这个传球的质量，中路给点打门，漂亮了！的机会，没错。再打，这球机会来了，上来之后丢位了。把球领好了，那会儿怎么再处理？把球给到点球队附近，一脚抽射抡空了，还有补射的机会，球进了。球的话呢，裁判没吹犯规。那会儿这边又来了。那会儿还能跑起来。这两大步跨的啊。又给的也不错，侧身抽射，漂亮。维奇继续组织。还是交给图雷，这一侧一对一面对荣浩，再传中路头球攻门，这球有了，打进了，打这球进了，马尔考。